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孝全。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段话。这段话其实是我在很小的时候一个牧师送给我的一段话，它是箴言的第四章第23节。对，当然你也可以不用想它是圣经里面的东西，但这段话真的一直陪伴我非常非常久，然后在不同的时期、不同的时候，我再回头想一想这句话，它都能给我很大很大的力量，安定的力量。这句话就是：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开始。谢谢。